玛丽女王！尼克儿子，别逼我！渤海这么弄，简直就是胡闹！我说呀，渤海还是年轻气盛，逞一时之快，只会把事情越搞越僵。创想是多厉害的角色，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们的收购案，接下来只会死得更惨。各位，临时把大家找来，是想通知大家一件事儿：著名投资人范晨旗下的星光投资决定参股花价。参股花价？我相信这个消息一旦被披露，花家花艺的估值一定会大幅度上升。但我也不想为难各位，人各有志。如果谁现在想离场，把赚钱的机会留给我和范先生，我一定不会拦着。 博总，你就是给我2倍的价格，我也不会买。我们跟着博总有肉吃啊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啊是啊，傻瓜才会现在卖股份啊！博总，我觉得你可能一直对我有点误会，我之前这么做都是为了公司好啊。 为了公司好，勾结一群什么都不懂的老外，抢走创始人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品牌，这叫为了公司好。你知道公司一旦被收，将会有多少人面临失业吗？文国旗，你简直陶醉在你卑劣的价值观里了。 我确实没有博总考虑的周全，但我们之前确实遇到了难处啊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想保住花家这个品牌。古人说得好，“覆蛇一遮手，壮士当断腕”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就该断腕，而你就是那条毒蛇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不遗余力地做一件事情。 就是把你和创想彻底赶出花家。陈秘书，哎，我要去巡店。好。